新闻继续，要持续来关心的是针对着伫咧疫情诶318学运，虽然讲已经退出立法院，但是太阳花诶力量依然伫咧各地用各种诶方式来延续。参像是伫咧中正大学都有400外名诶师生合唱着《学文之歌》《岛屿天光》，学生囡仔用歌声来唱出民主诶台湾，将影片放起咧到网络顶头，是感动上当侪诶人。四百多人大合唱《岛屿天光》的歌声在中正大学来响起，学生手提着黄色气球和家己所写的标语，人人在大日头下唱出心中对台湾民主的愿望。促成这个活动，就是这几个大学生在网络上合照，到400名的师生前来响应。我们就在这边，不如我们自己办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就近参与，然后就是凝聚一下，就是我们就表达一下我们对这个学运的关心。大学生这么响应学运的这个活动，然后所以就觉得应该要在我们学校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，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见学生对于这个活动的关注还有支持。不识识的人所为同一件代志互相帮忙努力，够来自全台湾各地一同而帮忙完成。我们决定要开拍的那一天，就请在艺场内有一个同学，然后他帮我们写好，然后传过来，我们帮他后制完成的。然后像这些向日葵啊，也是由台北的学生啊，就是念艺术的学生帮我们就是绘画，然后我们才完成这部影片这样子。集众人的力量，所完成影片放在网络上，短短一天就有数千人来按赞，也被这群学生所感动，也用温暖、温柔的歌声，延续着太阳花的力量。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台湾。世纪新闻口条，洪明雄采访报道。